我是刚刚列车到了109年1月9号，瑞芳南路呢？11:44，红白车44027次经由宜安县康湖口的阿福号区间快车用724/723阿福号区间快车，那就在瑞芳站时。开往湖口的区间快车40274。还没上车的旅客，请上车。各位注意旅客，在期间记得拿出贵州国票，不能退车。在这一段，我们关闭车门。我们724/723，超油子阿福号区间快车40274，将沿线开湖口的阿福号区间快车，在瑞芳站关闭车门，准备驶。拜拜，我的4027次将沿线看户口的1N6720/723阿福号区间开车，超支阿福号区间开车，在瑞芳站时有谢各位领导，拜拜。